30秒二语又来啦，今天要教的是你去搭计程车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向左向右向前看，在唱歌吗？向左向右向前看。 OK， 冷静。向左的话就是 Yes sir， 向右 Yes ma'am， 直走 Dul dul。 有人会记成说要杀要命堕了，但是也蛮好记的吧，要杀要命堕了 Yes sir Yes ma'am 堕了。下次去搭计程车的时候可以跟司机唠阿文啦。